啊，海斯特跌倒了，然后呢？谁找到他？哭哭。哦，他哭哭了。好，怎么办？聪明松鼠，菲利普，好聪明。他怎么办？他去找海斯特的谁？鸟。哦，有鸟哦。哦。叔叔跑。叔叔跑跑跑，好，跑去找谁？找谁？风风蚂蚁。哎呀，要去松松家玩了哦。那你把海斯特的故事讲完嘛？海斯特还在哭哭吗？哭哭，还有哭哭。还有哭哭啊？怎么办？谁来救他？爸爸带回家。爸爸哪里带回家？哦，海斯特哭哭了吗？哦，啊谁带回家？爸爸带回家。啊、哦，爸爸背海斯特回家吗？爸爸背。爸爸背。爸爸背游泳，是不是？嗯。哦哦，你在找你的那个阅历哦。嗯。哦，你的阅历里面有爸爸背游泳哦，好好。拜拜。爸爸背游泳。好，那你会不会说爸爸叫什么名字？爸爸是谁？外企。那妈妈呢？妈妈我家。那丹丹呢？丹丹就在前。对，牛犬，好可爱的丹丹哦。今天是10月13号。哎，小丹丹快要2岁2个月哟。